我们最后一个节目，由我们长鹿监事跟我们的中华电子星舞蹈团秀梅老师所表演的不一样哦，真的是不一样的舞曲跟歌曲，好不好？本来是台语歌啊，唱成国语，好不好？大家听一下，谢谢。来，大家吃饱喝足了，我们来动一动哈，能跳一起跳。 老人院表演不是每一间的老人院啊，它的条件都特好，有的条件好一点的，那大家真的就登记是非常踊跃的；有一些条件比较不好，所以条件不好就是可能比较远一点，可能它的设施比较小一点，规模比较小，那没有人去的时候怎么办呢？你知道我们的秘书长唯一的就是说，那就只好拜托我们的秀梅老师了。那秀梅老师只好说。
哦，拢是安尼哦，好啦，没有话讲，真的，真的，他都是我们的急救队。但是你知道，虽然规模小，虽然条件不好，秀梅老师所带出来的团队，他的品质是绝对是第一流的。谢谢秀梅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啊、哦，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另外，妹妹，另外我还要再特别特别。特别在讲说，一个协会你要运作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场面，那当然是需要大家的热情支持。那热情支持之外呢，金源非常的重要。协会的金源很困难，那当然我们最辛苦的就是我们的常务监事焦尊老师。焦尊老师在教学方面，他从不领一分的酬劳，都没有领。包含你去议员都没有领过一分的酬劳，谢谢焦尊老师，谢谢大家跟着大家的脚步。包含我们很遥远的胡董要沟通不容易，焦尊老师用锲而不舍的那种精神去跟胡董沟通，那当然胡董非常非常的给面子，这个给面子也只是因为焦尊老师的诚意所感动。所以说胡董老师，胡董今年还是有赞助我们部分的经费，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的焦尊老师。借着今天，谢谢，因为焦尊老师他也是三月份的寿星，我们借着他寿星，我们除了代表我们的感恩之外，借着大家的热情，我们一起来为焦尊老师说生日快乐，好不好？祝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谢谢，谢谢，我感动的流不出眼泪。